大陆之上，财富、使命、自由、信仰，正悄然改变着四个种族的命运，驱使他们踏上全新的征程。而大海尽头，雾霭中隐藏着的，究竟是过去的历史，还是未来的抉择？弓箭手，两路包抄，给我拿下他！我必须坚持信仰，但是体制的枷锁阻挡不了我。先知，这些梦境反复出现，我该怎么办？每一个被传承者的使命，则是找到其根源。